兄弟们录什么话呀？今天这个福利就给大家了，好吧？当然了，我这把是走下了。大家不要忘记给这个比心小姐关注一波，好吧？爱你们。爱你。有点臭。讲什么话？讲什么话的？讲什么？任何话都可以吗？啊？嗯。真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别怕，别吓我。你先说讲什么话？讲那个，我教你几句岛国语言吧，好吧？行。讲那个亚灭德，提莫吉，可以吧？会讲吗？讲吗？哎，你怎么说的比我还准呢？你平时没少说吧你？啊？没有。你说平时没少说？没有。不能。这个可以吧？亚美德，提莫吉，提莫吉。提莫吉是啥？我不知道，提莫吉。是啥意思啊？没听懂。我也不知道 Kimoji 是啥。你不知道 Kimoji 是什么？那你可惜了啊！这一把我就要给你来一把三炮，应该可以。青钢影，哇，我好怕青钢影，我不敢玩三炮了。算了，来把三炮吧。我亚麻达跟提莫吉，我去查了一下，你是不是跟我搞颜色呢？没有吧？是什么？他们翻译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给我换句话，换这个绿色的东西。啊，是不是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没事，你不用懂什么意思，你就换句话，换句绿色的话。什么绿色？你这个怎么是？这个怎么是绿？怎么是颜色的话呢？你别想歪了，我百度一下。算了，你跟我说是什么意思吧。提莫吉不就是不要啊，舒服了的意思吗？舒服了，那很正常，我舒服了，对吧？我这把躺赢很舒服，你只是你想歪了而已，懂吗？你别想歪了呀，小姐姐，啊？没有想歪啊。那你就说又没事，是不是？敢不敢应战？我让我的光明村村民给你关注一下，你这小姐姐必须要你的比心 ID 多少来的？我现在发到我的群里面说一下。5288-4986，多少的？5288-4986，5288-4986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现在就说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打开比心 APP 啊，给这个比心小姐关注一下。五二八，多少来的？发到弹幕里面啊，关注一波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好吧？打完这把我。给我拍一下，可不可以？看看，我怕这个，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很多骗子的，是吧？乔碧罗之前有遇到过，所以说这个害怕了，证明一下。那万一可不不是？那万一我给你发了，拿我照片出去做点什么，或者给别人看了怎么办？做点我最多给我的光明村村民看呢，我给谁看呢？他们可能会关注你，给你不是他们可能会给你那个这个点单的，他们可能会给你点单，懂吗？这不能换句话吗？就换句话那也行，换句你想说句什么话啊？爱炮
这把给你来吧，哲拉斯 Q 拉斯到位了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认真打破的样子还是很厉害的。这目前的话，我的三发 Q 是100%命中的，走位 Q 这个冰鸟喜欢往下路走，我已经摸清他的走位套路了，他基本上现在是在避中我的技能。感觉小姐比较内向，比较那个腼腆，挺好的。就喜欢这种腼腆的。那大的可不可以换呢？你想换吗？想换啊。嗯，就是想换，你想换什么画呢？那换画可以啊。那你哎呀，好走位啊，小鸟，伏特加，到位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有个办法可以测出来你是不是个渣男。你有个办法可以测，啥意思啊？你测一下我来，测一下我是不是渣男来。你把手放在鼻子下面，看看有没有呼吸。我把手放在鼻子下哦，那你的意思我是个渣男呗？我没有呼吸，我不就死了吗？对啊，咋了？会呼吸的男孩子都是渣男呗。嗯，我当然说的是你。我怎么是渣男呢，小姐姐？我不是渣男。你给我搞颜色。我没有给你搞颜色啊，是我的那个村民挺老色皮了。他在群里面跟我说，就懂吗？跟我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，不是吧，哥？这样子吗？就闪喽！好吓人呐、啊，来好几个人呢，青钢也不会还来吧？我这把发育的非常的好啊，一刀不落。小姐，你是渣女吗？我不信。哎，蛋没了，打他蛋！要不我录视频的时候说一句：“祝你的油条卖得越来越好，怎么样？”祝你的光明处越来越旺。他给我的彗星砸死了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，哥？一中，走位。蹭个助攻啥的，咬，咬，咬，变身，闪现有吗？没闪，我吐了，尽力了。你刚才说啥来着，小姐姐？你说啥来着？我说我录视频的时候说一句：“祝你的油条卖得越来越好，怎么样？”祝我。你祝我油条，我油条不需要你祝我油条卖得越来越好，我不用你祝我。那祝你们光明村越来越旺。小姐姐没有情绪啊你。没有啊，这不是在等你发话吗？小姐没有情调啊，没有情调，没啥意思，没啥意思。别呀，有意思。我撤，别怕，我是随时可以开炮支援的。那我说，人家拿小拳拳捶你胸口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等一下啊。行，我现在需要操作一下。Q W 打野不来 gank 一下吗？我靠
我感觉我要等个 WQ 才可以杀他了。开炮！交闪了。不是这也能晕到我吗？不会吧！我靠！我发现我这个符文天赋好强呢。等一下，我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不是，你还为什么还给他卡兵线？过分了吧？我靠，这人好贱呐！他给他卡兵线，我操，我吐了。不是吧？我溜了。哎呀呀，要死要死！卡兵线过分了吧？我靠！你妈了个巴死！我先溜了啊！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嗯，我都不需要回家，真的。我感觉现在回家感觉是一种浪费时间了。哎呦，这个打野干！你别走位了，我不打你。我现在就补刀，咱就正常搞发育。我现在不打你，我溜了。这把好像有点逆风呢，小姐姐。那你等一下穿个什么衣服给我看呢，小姐姐？看一下。啊。等我看看。有没有那种看起来比较仙的衣服啊？可以穿一下。嗯。嗯。仙一点的。到位了。对，仙一点。鲜一点的衣服。哎呦，兄弟，给个蓝，我已经起飞了，我已经起飞了。嗯，喊他兄弟应该会给蓝吧？都喊你兄弟了，不是吧？到位啊，太到位了。炉灯一千九，差一波一线。你平时喜欢就买这种？我看你很喜欢穿那种过膝的，就是袜子嘛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你为什么喜欢穿这种袜子呢？因为那样子显腿长。显腿长。那像你这样的小姐，平时喜欢穿什么类型的袜子呢？穿什么类型的袜子？对，就短筒袜啊，有时候看穿什么衣服吧，根据衣服配。哦，感觉你这个小姐衣品还挺高的呀，衣品。嗯，还好。平时应该经常会。没少逛淘宝。对对对，经常会逛淘宝啊。嗯。对。你这衣服都是淘宝上买的吗？是的。可以啊。嗯。就没事就不逛淘宝，在学校没事情就刷淘宝。像你这个学校里面，像一天得上几节课？一天上三节课吧。你这个鸟人怎么还在走位呢？早上一节课，下午一节课，一般是这样子。哦。那你，哎，你小时候是那种爱上学的学生，还是爱逃课打架的学生呢？我打架，我谁都打不过呢，我不喜欢打架的。那就是爱上学的学生哦。对呀，我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呢，小姐姐，十一分钟一百刀，到位了。到位了。这把感觉只有我来 C 了呀。哎呀，不会吧，他一下来就半血没了，游戏体验实在是太差了。我反正不耗蓝呢，你呢？我不耗蓝呢。
你耗不耗蓝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觉得一个女生最吸引你的地方会是哪里？别吧别吧，别，你丫的过分了啊！寒冰射手，不是你们下路为什么人不见了？不打个信号呢？你下路？对不起，我的错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说对不起还需要检查干什么？啊？对不起，许哥，我的错。我靠，下路好像对面交了不少技能呢。没事，这把我是 BOSS 的。行，这把 BC。那你带我飞。我带你飞啊，我带你飞没问题啊。带你飞有个前提啊，等一下你录视频的话，录一个录随便说什么话吧，最主要是看你是不是本人啊。其实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听你说话的，我的目的是想证明一下你是不是本人。懂吗？要不我就是说，你好机车，你好三八。我好三八，你居然成了喊老板三八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Q Q， 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！等一下，哎，他们还要来，来了，老弟，别怕。主要是，来跟我们福建人都是这样子夸。来来，过来。到位了，还有一个。烦死了。万豪呢？万豪呢？我不敢上啊。哎，没视野，开炮。你大爷的，为什么这个人走位这么好啊？我稍微中个两发他就死了。我先溜了，我回家了。好的，许哥，能来救救我吗？别喊许哥，喊许哥见外了。喊那喊什么呢？别喊许哥就行了。我买个杀人术了。那喊什么？喊我什么？喊我老板。老板不是更见外吗？老板不见外，我现在就是你的老板。好吧，老板。你这把玩的什么？你这把玩的是小丑吗？玩的 EZ。 你玩的 EZ 啊？为什么这么菜呢？因为这个小丑很菜。小丑菜啊？你们下路人不见了，跟我说一下，我很危险。这把我就是翻盘点。好的。哎呦！别怕，你看。小丑打辅助真的有点搞人心态。他那个盒是我好久不用。完了，差点手给他剁了，贴我脸，我的技能都不中，那就无语了。瞎子在哪里啊？瞎子在下是吧？那我这边就不用慌了，我可以继续推塔喽，还一些塔了。哎呀，这不是一些塔。寒冰在哪里啊？寒冰不射你。我溜了，明光火，我偷鸟去了，15分钟150刀，1秒钟1刀，这把感觉很危险呢。溜了，1秒钟1刀怎么算的呀？兄弟，给个蓝应该不过分吧？看他给不给。你1秒钟1刀怎么算的？我的心脏虽然不准，你不是音乐老师吗？嗯，是的。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。开炮！又开。
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来来来，挡发弹，挡发弹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我靠，他们都想杀我呀！我得小心这寒冰的剑呐、啊！哇，好吓人呐、啊！是啊。我得买个中药了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我差点当场去世了。买个表，买个表，不买表不行，对吧？买个表，买个表，再来个大帽子，我就无敌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核弹了，接下来，嗯，哎呀，哎，小丑怎么说？能拿吧？哎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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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位了，到位了，嗯，太对了啊，太对了，哥。寒冰的剑得躲，这万豪就跟吃了伟哥一样，挡都挡不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跟吃了伟哥一样。哎，偷鸟去喽！我不在线上喽，推了线就跑，看你怎么杀我！我偷个大鸟，真是。你我等一下一个大就把这个寒冰杀了，看好了。行吗？就一个大他就死了。我等着。你等一下穿个那个衣服给我拍个照可以吗？啥衣服呀？你现在什么衣服都行吗？对，随便随便什么衣服，你我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衣服吗？对啊，随便。我现在穿着，咋说的？对。嗯、啊，气不气？打死你！你还没跟我说，你觉得一个女生最吸引你的地方会是哪里呢？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的内涵。我喜欢有内涵的女孩子。嗯。比如像就像你这种有内涵的小姐姐，嗯，就那个老师啊，都挺好，什么小学老师啊，初中老师啊。现在好像很多男生都喜欢老师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老师比较职业比较好吧。还来来过来来打我来打我呀！我出了中亚是白出的，我大帽子还1000块钱啊！我马上就核弹了，我 kill， 我打炮，我开炮了，我开炮了，哎，我以为你是脚本呢，你这一波往这个上面撞呢，你，这寒冰还想走位，什么意思你？有点小逆风，不过现在还是可以。我教你几句福建话吧，你知道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明白。嗯，明白。就是明，就是知道的意思。是你爸。我是你爸的意思，你居然说你是老板的爸，你好像很膨胀，小姐姐。你居然说老板，你居然在攻击老板。这人可能要闪现搞我们，小心一点。这个人，哎，吃伟哥了，小心一点，吃伟哥了。这没事啊，哎，我现在需要个蓝呢，还差500块钱呢，2300块，差500块啊。这兵线给我吧，我有点缺钱，我去偷个鸟。哎。哎，开炮！小心！叫啥呢？开炮！我 OB 一下，我 OB 一下，我 OB 一下，我开炮！错了哥，错了错了错了哥。
错了哥，错了错了哥，哥，啊，都喊你哥了，为什么还要杀我？哎，不不对呀、啊，这个万豪怎么没死？我大冒出来，我大冒出来了。我在想，我买中量沙漏还是买大帽子？各位无影组，咱们这把买大帽子还是买那个中量沙漏啊？买个保命的吧。买个保命的吗？我现在我其实想买大帽子，以我的意识，他们应该 切不到我。那也行，那就买大帽子吧。我来想买个啥、啊？我现在是非常的纠结，现在。嗯。别纠结了。买。那你知道什么叫 CW 吗 ？CW 不知道。嗯。就是漂亮妹妹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们福建话跟这个怎么一点不一样呢？啊？什么一点不一样？就跟普通话一点不搭嘎呀，完全没有什么关系。本来就不搭嘎呀，什么谁咋弄？那说什么鸟语你在？我在说福建话。哦，说我听都听不懂。福建话确实有点难。哦吼、哦，不疼呐、啊！现在的这个哦，现在我伤害可是极高的呀，我 Q， 我就怕他这个远方来个一箭，我就懵逼了。哎，他想射我，我走位。他们要打小龙了。他们打小龙吧。开炮、哦！开炮、哦！开炮、哦！喊兵过去。哎呦，这个头为什么会被 K 呢？不是吧，小丑，你这个临死之前还想 K 个头，有点过分了。不是，他们怎么是土龙龙魂？还好问题不大，我守塔就行。嗯，不在，他不在草里。他们已经土龙了呀，有点肉啊。我们家打野怎么一个龙不打呀？不知道打野在干嘛。这把不是很好打呀。十二秒。像盲僧。没事，猥琐。我来了，我有大的，我有大的，我怕这个万豪在蹲我。讲道理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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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打他站。挡他的，对，挡他的。我靠，这青钢影什么东西啊？九杠二杠五，两百刀。我操，这个 B 好像有点狠。是的。寒冰交闪了，这些人会点活呀，我们小心一点啊。我下一件感觉得做个鬼书了，不做鬼书好像不行。已经跟你差不多厉害了，这青钢影厉害了，这青钢影高手。什么风段呢？那不应该，白银有这种操作吗？不可能吧，出去举报了，作弊。鬼书来一个。鬼叔法穿鞋咱这不做，我们打前排呢，咱们不能切人呢。我去下路发育一下，不急。嗯，哎，
你爷爷下象棋必备指指点点，扑克石头人压压惊。你妈明天。哎，这个网有点问题啊，怎么无缘无故他断了一会儿又重连了，是什么情况？我吐了。对面开挂了。不，他们是不是开了脚本呢？不是，我给你唱歌，反正你在连，我给你唱个歌吧。你给我拍个照吧，你给我拍个视频吧，小姐，换个衣服，好不好？不听一首歌吗？听首歌，相比于听歌，我更喜欢看你的视频，可不可以？啊？那我要说什么话呢？你就说，哥哥你好厉害呀，想下次一直跟哥哥一起打游戏，好吧？行，那等我5分钟吧。行吧。有人说是路由器定时重启，不是吧？这个就可贱了啊！太贱了。抽奖的话，兄弟们，咱们抽个奖吧，3次抽奖机会。我们这个小姐姐在拍照片了，抽个100块吧。给我发的都是，怎么没看到脸？发脸是吗？我他妈不都不知道你的脸长啥样。哥哥好厉害呀，想下次和你一起打游戏。你要给我加单吗？小姐声音好听啊，身材也不错呀。没有想到现在网络上的小姐姐都这么好看吗？怪不得现实当中遇到的小姐姐都不是很好看。你看我不是坦克吧，没骗你。我看看。看一下这样能不能用这个。抽奖还有最后1分钟啊，想要吐槽的朋友赶紧吐槽了，最后1分钟吐槽的朋友可以吐槽了。只需要一个弱鸡啊，也就是说2毛就有机会中5202毛。好，这是你是吧？挺好看的呀，挺好看的。是呀，是吧？啊，挺好看的。都说我不是坦克吧？你不是坦克，我充分声明你不是坦克。有点像你。你多大了？我感觉你年纪应该不大吧？啊，嗯，我97年的。九七年，94，你23岁是吧？是，我给你。但是我有个问题啊，你给我发的这个照片，你给我前面发的都是黑色的头发，你最后这个，你应该是不是？你这是以前的照片吗？你这个照片有的是戴假发的，有的是真发，有的是之前的。哦，还有戴假发的是吧？对。你有没有黑色的头发的脸照？有没有黑色头发的？黑色头发。哎，对。让我翻一翻。啊，你翻一下。兄弟们，抽奖不是？兄弟们，这个小姐姐马上10000的关注了啊，52884986，没有关注这个比心小姐姐的朋友赶紧关注一波，好吧，爱你，给她干到10000吧，数字吉利一点，还差两百个就10000个粉丝了，挺好挺好，兄弟们。